今天我们呢最在乎一堂，都是武术界那个有代表的人物，啊，我先介绍一下，之前我们录的东西已经把王宏军跟陈志的东西呢已经演绎过了，这里不重复了。这个介绍一下我那个兄弟啊，当代狮王，怎样叫狮王呢？武士指的，那个武士指的吧。 他的徒弟徒孙，布杰世界各地取得那个很好的成绩，为我们中国争光，为我们赵姓争光，希望把它录下来，给人们做一个介绍，认识我们那个一代狮王的风采。好好好。这个是蔡礼佛传人罗刚，这个是陈志强，啊。 陈志强跟我是老同，我就何孝强。<笑>这个蔡礼佛传人第五代传人罗刚，他懂得蔡礼佛，很多普通教头打了十来二十套，起码他有三十多套，最完善的蔡礼佛是49套传世，但是现在打的全面的比较小，他最多了。 啊，这个是我那个徒弟，第二个徒弟，一个是钟敬辉，他练红拳咏春，跟那个小传练红拳咏春已经很多年，他也打得不错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聚在一堂，聚在一堂的目的什么呢？要验证一样东西，验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中华圣人王宏军。 他练的功夫是四面八方同臂传，传人。他的功法是什么？金刚棍圆功，全身眼睛都可以插，全身要害都可以打。他的功法是最正宗，已经是失传了。他的内功心法一打起来，全身无数不是丹田，他整个气感已经去到皮层之下了。 是达到已经古老那个内功那个最高、最无上高那个层次。等一下，我们验证。再介绍我那个兄弟，两个都是我的义弟。这个兄弟就是那个武当传真龙门派传人，跟朱成德练天门悟性功。 他那个天盘功是属于那个童子功，童子功不是从小练起来，是你五六十岁老了叫骨头了，或者练成像童子一样有弹性，这样他是太轻棍了，也不易看法。现在呢，先由我来演示一下，啊，上去我已经打过了，现在就是打，啊，你看看。 这个连环，啊，这个是这样，轻松，啊，用咏春寸劲打。 当代狮王演绎，我拱手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展示一下你的铁拳，班中狮王那个凶，那个猛，这个狠，哇！你当他熟人啊？ 那天你不敢踢，今天你穿了皮鞋还要加那块铁板，拼命踢，我就打了几拳也可以了。站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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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，往哪马定？啊，好，来了，好。 有我们年轻小伙子，是不是？
叫他传飞。铁传钟敬飞念字了，这个打头这样子啊，对对对，差点我的插拳啊，打心窝，打这个心窝，打住原竹枝传承任吧啊啊，原竹枝，原竹枝是最敏感的东西啊，还行，我给这个翻译了，那个刚翻译被插把好啊，明白子先吸吸吸，来吸下去，吸下。各位同意，小船年轻一下，最漂亮的小伙子，最猛的例子。